我是李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这次受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的指派，为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400多名医护工作者，每人拍摄一张肖像作品，作为历史的见证。穿着这个衣服啊？就穿这个，这很丑啊。最美的。对，然后您拿着这个拍一下，主要是为了分辨，最后认清。这次新冠疫情，无论是我们公众还是医护人员自己，包括他们救治的这些患者，都看不到医护人员的真面目，因为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所以我们这次拍摄呢，就有这么一个新的创意，就想在保证他们安全的情况下拍一张他们摘下口罩的真面容，也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些英雄的相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这里面有20多支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一共2000多名医护工作者。好，来，您来，我们就四来了四位，我们分成两组。我跟所有的这摄影师都提过这个，绝对不能影响医护人员的正常诊疗工作，绝不能影响他们的正常休息。我们就是每次这个利用这个时间段很短，就他一交接班，其实你看就是十几分钟，一个医护人员拍一张照片，他整个这个流程下来就是一分钟就不到。就是我们给他拍肖像的时候，我们又加了一个小动作，就是我们录了一段小视频，就让他说一句话，就是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的什么事？疫情结束以后啊，您最想干的第一件事是啥？最想干的事就是再来武汉的时候，能痛痛快快的吃一碗热干面。还没吃过是吧？还当然了，来的时候大家街上都没有人了，都戴着口罩。我们这种拍摄的方式给这些医护人员提供了一种舒缓心情、释放压力的理由和机会。他们面对我们没有把我们当成陌生人，而是看成了他们自己的亲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跟我儿子说，妈妈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希望你继续加油，赶快回门回家看我的孩子媳妇。我希望呢，疫情结束以后回到家里，跟我的家人补拍一张全家福。等疫情结束，我最想见到我的孩子，宝贝，妈妈想你了。等疫情结束以后，我想到爸爸的坟前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嗯，宾馆快，行，宾馆快。嗯，对，他要有名单的话，我们对着名单，就是他主要在宾馆。他我们今天呢，把那个拍摄地点改到了他们医护人员的驻地。17年前的2003年，当时呢，我就进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非典重症病房，进行了十几天的采访。那么这次来武汉呢，听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疗队也来到了这个抗疫一线，所以我呢就想到他们的医疗队里看看，能不能遇到17年前共同抗击 SARS 的那个时候的战友。我那会儿也是刚参加。您是刚工作吧？对对，刚工作。20多岁，刚上班没几年，在急诊。我当时是那这消化内科，在那待了十几天，蹲点儿，然后。那也很辛苦，也很辛苦。我还说呢，我说找找当年的战友。
是。现在不多了，因为大部分都退休了。对对。所以你看你这个真的也不容易，一下就又赶上一次。是，又赶上一次。嗯。但是你看咱们这个还是也算是当年的十几年前的战友，虽然咱当时没见过。行，那你赶紧上班去吧。行，谢谢谢谢。多保重，多保重。好好好。以后等这疫情结束了，我们到中日友好再看你们去。行行，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您。好，特别感谢。今天我们来到医护人员的驻地拍摄，现在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到驻地呢还能加快我们的拍摄进度，因为我们现在的摄影力量是非常非常不足啊。咱们今天十几个小时，才拍了100多人，我知道目前湖北省摄影家协会杨华伟主席带领志愿者也已经开始拍摄了，但离我们的目标还远远不够，工作效率呢也不高，所以下一步要赶紧想办法，4万多名医护工作者，就靠我们这些人是远远不行的，而且呢，我估计大家这么干，也撑不了多久，体力精力消耗的太大了。我们是不是向上级申请，在求援，能不能给我们增加力量？现在这个得赶紧想办法，赶紧想办法。我姥姥就是一手把我带大的，就是在我娘哥的第二天晚上，姥姥不在了，我心情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回到家，第一时间赶过去，去给她磕头。希望疫情结束以后啊，能好好陪陪自己。现在想想，这次疫情对每个人打击都是很大的，我们心理压力也很大。你看里边的病人都是非常重啊，我们要给他吸痰，给他做任何操作，咽拭子，做风险都高风险。我们希望所有的病人都早点恢复健康，希望武汉早点恢复往日的繁华，我们也能早点回家。瞬间。其实我们也很感动。我就说，面对着这些90后的孩子，我就在想，他们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我们平常坐公交啊，我们去逛商场啊，我们去做其他的事儿，可能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么也许就是今天站在你面前的那个护士、那个医生。所以我就在想，这些年轻人。不就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力量吗？啊，我们在今天这么一个状态下，为这4万多名医护工作者拍这样的肖像，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为了拍照而拍照，我们更多的是赋予照片背后的一种力量。
我们每天白天呢，主要是拍医护人员的肖像，那么一天最多的时候呢，能拍到180多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见缝插针的呢，去到一些街道社区啊，还有像华南海鲜市场啊，这些地方做采访。现在的武汉跟我之前来过的大不一样。那么晚上回来呢，就是把我们白天拍的一些资料、一些新闻进行重新的编辑、整理、归档，然后及时的发给各个传播平台。就在我们最吃紧的时候，增援部队来了。然后这个是《人民画报》。然后这个是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刘宇，原来新华社的这著名记者、战地记者、项目前线。河南省社协副主席罗主席啊，他们带了10个人团队，对咱的力量一下子壮大，壮大了。就是他嘛，就是他。我们在医院拍摄时呢，刚好碰到了一位患者周女士，她是一位重症患者。当时我们看到她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走出病房。摄影最直接的特点就是真实的记录，之所以能感人，就是因为它真实，就是因为它直面现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能参与到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尤其摄影师内心，都是觉得很光荣的、很神圣的。我们今天呢是要到火神山医院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赶紧跟他们要进去了。担心肯定是有，就像我10几年以前进到那个 SARS 病房一样，也非常非常的忐忑。但是真到我迈进 ICU 的那个病房里的时候，我的一切担心都不存在。我那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些医护人员跟患者之间的这种救助的这样的一种场景记录下来。我相信每一个摄影师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真进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有无我的状态了。就是之前受一个患者的委托，那么他是2月2号入的院，那么2月28号呢，他第一次走出了这个病房。正好那天我们去采访，遇到了他，他看见我，他就挥了挥拳头。我们当时拍了一个照片呢，人民日报也见报了，他也挺感动的，然后他想把这个照片呢送给他的家人。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这位患者的家属，那么今天呢给他送过去。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你还真没事。我这边这个就是他当时刚刚从那个病房里能够自己能出来能站起来，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正好碰上了。对，这个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当天就把这个发给人民日报，因为我还是人民日报记者嘛，然后就发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当天呢就把这个就登出来了，就送给您留个纪念吧，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表示的。是的，我也祝你们已经不错了，谢，留个纪念，谢，非常感谢，好，再见，一路幸福，再见，拜拜，走，咱们走吧，那咱们下一步还得去医院。咱们给医疗队员拍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他们说，希望哪个床的患者能够尽快好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他们的手机里面啊，都保存着很多有故事的照片。所以呢，我就有这么一个新的想法，
让医疗队员拿着手机给他们拍一张肖像，标题我都想好了，你是我最牵挂的人。你比如说这个护士，他是福建省立医院妇产科的，叫徐健。我给他拍照的时候呢，他就展示了这张照片，他觉得这里面啊有很多让他动情的地方。这张照片里呢，他正在护理的这个患者呀可了不得，他是中国天文学泰斗韩天启，98岁了。当时呢他处于危重状态，那么现在呢他恢复得很好。据我了解呀，目前呢有3600多位80到100岁的老人，还有7位100多岁的老人都被成功的救治了。这个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非常令人振奋。这位患者是一直非常配合我们治疗的一名患者，当时我正在给他做雾化，然后他给我竖起了大拇指，刚好我的同事记录下了这个时刻。我觉得这张照片对病人来讲是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跟家庭隔绝，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激励对方。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国各地支援湖北42000多名医护工作者肖像拍摄的工作任务。那么这批肖像呢，将作为抗击疫情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珍贵的国家影像文献档案保留下来。透过这一张张质朴的面孔，我们看到的是背后一个个亲历救助的感人故事，一段段真挚的情感和担当。正是这42000多名医护工作者，他们所汇集出的这种能量，彰显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下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我们的中国力量。疫情过后，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爸妈找一个女婿。疫情结束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回家，然后跑一场马拉松。我想对我老公说，等疫情结束之后，你教我学做菜，我要变得贤惠一点。疫情过后呀，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要带着我儿子的乐队，我们叫追梦乐队，我们想来武汉演出。疫情结束后，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重游武汉，跟他们说这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最想干的事情是抱抱我两个宝宝。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家拥抱我的奶奶，因为我的奶奶86岁还不知道我来到这里。我最想看到我的宝宝，他现在已经学会走路了，我就想好好的陪他。我希望还我一个完整的24小时，12小时用来陪我的母亲和孩子，6小时让我睡一个完整的觉。5年从来没有在家过年的时候在家过过一个年，都是在医院里面上班的，所以特别想回家。疫情结束后，我就想回去陪着父母过个年。